欢迎收睇 Sneaker Highway。继续有开心文为大家介绍新年嘅 Adidas 篮球鞋。咁咧任哲咧就同 Adidas 合作咗咧，搞咗一系列嘅篮球鞋啦。而我手上咧主要一对咧就系 Derrick Rose 八啦。咁 D Rose 八咧其实系一对点样嘅篮球鞋呢？好多网友都问我，喂，可唔可以介绍呢一对啊？可唔可以介绍李纳特啊？咁咧今日就会满足大家嘅要求，就会介绍呢两对鞋啦。首先要讲咧就讲呢个 D Rose 八。D Rose 八系对点样嘅篮球鞋呢？首先呢个版本咧同普通 D Rose 八咧系唔一样嘅，因为佢系加咗个 Pilot， 同埋咧系任哲设计过嘅。咁有好多细节位咧系睇相睇唔到，你睇相可能以为呢对系一对黑蚊蚊嘅鞋，咁但其实系有好多细节。第一点啦，有个黑色嘅 boot。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，呢个系第一对咧 Adidas 出嘅黑色 boot 篮球鞋，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有趣，非常之靓。其次咧有好多中国嘅元素，例如鞋垫有一个中字啦，因为每一个 Adidas 嘅篮球员咧都有一个特性嘅，就赋予咗系忠义勇信等等嘅。咁仲有鞋底啦，鞋底咧写咗任哲嘅书法，傲犬个傲字。咁傲犬咧，如果有睇我上一段片咧，系一种咧非常之战斗力强嘅宠物小精灵嚟嘅，基本上咧系神级噶啦，超梦梦都打唔赢嗰种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其他细节位嘅，好似 Devils 个 Wolves 咧就染红咗啦，令到成对鞋黑色之中咧有一点红去点缀。咁另外你唔好以为呢啲漆皮咧就咁普通漆皮喎，其实呢啲漆皮咧有少少纹嘅，嗰个纹咧系模仿咧嗰啲雕塑啊、嗰啲手指纹啊、油草嗰啲纹啊。咁所以成对鞋个细节位系非常之丰富，好似一个艺术结晶品咁样。咁所以我相信咧，任哲咧系摆咗好多心机咧落呢一对鞋身上。咁但系呢对鞋到底舒唔舒服呢？ D Rose 今年咧未必可能打得咁好喎。咁又同 D Rose 八有冇关系呢？阵间我就会测评讲俾你听。另外一对咧，网友非常之要求我去介绍咧，就系呢对李纳特四代 Lila Four 系啦。呢对鞋咧系一对全掌式嘅篮球鞋，系冇鞋舌嘅。D Rose 咧都有少少好似鞋舌，但系呢对系完全冇。只一个鞋环咧，俾你可以抽住佢咧，容易啲着。咁呢对鞋咧都唔算好难着，因为呢个位咧都几有弹性嘅。咁同埋啦，同大家讲过噶啦，就系呢对鞋咧，如果喺日光嘅话咧，系会见到紫色嘅。咁而家你相信你都见到啦，紫色之中亦都有少少暗纹咧，系非常之靓。咁但我发现呢一个咧，应该唔系 Pilot 嚟嘅，但系佢一个比普通版本更加透气嘅织布。咁同埋咧個彈性都唔錯，裏面都有軟墊啊、海綿咁樣，所以著上腳咧覺得好包腳、好貼腳，甚至比 D Rose 咧更加貼腳、更加舒服。咁啱啱咧就試過呢對鞋啦，就覺得呢對鞋咧嗰個腳踝位咧係保護得唔錯嘅。咁可能鑑於 D Rose 之前嘅傷患啦，所以 Adidas 咧唔敢俾一對咧係太過差嘅鞋佢。特別嗰個腳踝保護如果唔好咧，就唔會俾佢噶啦。咁另外一點就係呢一對鞋咧，因為用個 Pilot， 所以透氣度咧比之前嗰啲咁嘅膠面咧係舒服好多，同埋透氣又好多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 Pilot 個韌性咧始終唔及嗰啲膠面咧韌性咁好喎。急停咧，你會見到咧依個位咧有少少咬我出去，同埋對鞋個爪地力咧未必真係咁出眾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腳踝保護非對我嚟講非常重要嘅話咧，咁我都係建議會買依對鞋，因為依對鞋個腳踝保護咧真係好好，甚至好過 Chris Exposure。咁另外咧就要介紹呢個李蘭特嘅四代啦，我反而覺得依一對咧仲好過 D Rose， 我唔知點解，反而平啲可能會係好啲。咁當然啦，佢軟嘅程度咧冇 D Rose 咁軟嘅，咁但係我覺得佢個爪地力啊或者 fit 個程度咧係舒服過 D Rose 嘅，雖然佢係低筒嚇，咁但係佢保護咧都非常之足夠，因為依個筒位其實咧抽起上嚟啱啱好咧就喺依個腳踝嗰個下面，咁其實係啱啱好限制到我腳踝嘅動作嘅。咁所以喺低筒嚟講，你唔可以話佢冇保護，佢都係有保護嘅，而且係好貼好 fit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對鞋咧，反而仲係可以贏到 D Rose 嘅。我覺得呢對李亞迪四代咧，喺各方面咧都有好好嘅表現嘅。首先講一講佢透氣啊，
佢換咗依種織布咧，其實嗰透氣咧係比之前嗰啲普通版本咧更加好。咁依種織布亦都唔薄，裡面其實咧有少少似海綿啊咁樣嘅咧係粘住啊。咁所以令到佢個 fit 咧都好好，喺裡面咧係會可以 lock 死我個前腳掌嚇，令到整對鞋咧係非常之 fit 啊，非常之緊，有好好嘅包扎。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抓地力，佢抓地力咧絕對唔似一對平價鞋有嘅抓地力嘅。見到佢個吉平咧係好靚嘅，可以抓得實嗰個街場咧係好實好實好實嘅。李亞特四代咧，我覺得真係平價鞋之中嘅王者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對鞋底真係好平啦，899嗰種拗到八折添，有個八折係我自己高 VIP 嘅。咁咧，所以夾埋係好似720蚊到，但係720蚊已經有咁強嘅抓地力，同埋個海綿係好軟熟，同埋好 fit 我隻腳。咁另外咧，呢對鞋係任節設計啦，所以成個樣咧係非常之靚，我覺得係超越咗720蚊呢個價值。咁所以其實我幾推薦去買呢一對鞋，如果你係一個可能。我不想買鞋買咁貴啊，或者都係喺地下磨噶啦咁樣，咁會係好推薦呢一對嘅。咁除咗嗰兩款嘅 Adidas 新年籃球鞋之外咧，仲有兩款咧都係任節設計嘅。咁佢賦予咗咧兩個特性俾佢嘅，呢個就係勇，呢個就係忠，係啦，所以夾埋忠義勇信。其實忠義勇信咧係諸子八德裏面咧其中四德嚟嘅。咁所以我相信咧任節嘅文學根基咧都幾豐厚下。大家有睇我之前短片咧都講過 Heart and One 噶啦。這個 Heart and One 比普通版本的 Heart and One 是更加透氣的，因為它是沒有用鋼皮，用了這個好像織布的人造纖維，所以透氣感是會強一點的。在鞋舌裡面都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透氣孔。另外我還會將這對鞋去換鞋底的，所以你要留意下一集。另外要介紹就是這對代表著勇的 Crazy Explosive。Crazy Explosive 是一對 Adidas 旗下很多運動員都有著的一對籃球鞋。咁咧，因為之前已經拍過片咧，解釋過，同埋亦都 performs 過噶啦，咁所以亦都唔會再多作解釋。咁但係俾大家睇一睇咧，今次個新年版本咧有咩咁特別啦？咁啱啱咧就同大家介紹咗咧 Adidas 同任節 crossover 嘅新年籃球鞋啦。咁四對鞋都代表住咧四種中國人嘅美德，忠義勇信嘅。咁亦都想趁呢個時候咧 ，Sneaker Highway 同大家咧拜個早年先，祝大家日日有鞋賣，身壯力健，多謝曬，拜拜。